看过演绎的戏才算来过北京，你看过没？我一般看电影。还是白来了，人说没有看过京剧里的三岔口，不算来过北京。哎，我白来了。哎，你这么一算，我真没来过北京，要不让我朋友知道，还多丢人呢。没关系，今天你来到这里呀，算是补上了你的一大遗憾。哎，怎么说呢？因为接下来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芬兰的留学生们刚巧要在这里为我们表演京剧三岔口这段折子戏。 哎呀，太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场的观众看过了之后呢，就算没白来北京了。嗯，好的，掌声欢迎。